10点过钟最好的方法，就是10点到7点两万，7点到10点是1万，这就要开场了。难怪我们这样更不健康。偷偷从外面进。那你觉得这个家庭的富裕程度有符合你的那个吗？符合你对去美国留学的要求吗？嗯，因为我的设定。